讲座以及支票板，我们一起送上之后再来合影留念一下。好，两位事先一同看向中间的官方摄影师，直条纹衣服这一台，三二一，有办法。我感谢新北市学生影像星星奖评审的肯定，让我的作品环游世界赛，没想到是超级星星奖获奖。这部作品灵感来自一座看似环游世界的社区建筑，透过它我探索了台湾社会对异地的想象与现实的错置。我希望以影像捕捉这种矛盾，并反思空间与距离的意义。感谢所有支持我的朋友与伙伴们。然后这个得奖感言是他跟我说，他是麻烦 ChatGPT 帮我们写的。Seriously?